我老有无说的要了哦，要搞啥？要老有无的电脑不得多几兆？跟我本事哥哥的了，大白熊哥的了，我到这嘛。你要超过？你厉害！大家好，我是野蛮丽的这老窝，这个是我妈妈，你啊，韩蓉蓉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带我妈妈来看一下我前两天买的房子。这边话就是高新一小、高新幼儿园和高新。妈妈，你看我那几。好像咱那临潼街了，有我超招，有那老鸟，有没有要我洗脸的？那可能了，我那几我扔大门那里。就好那了，我弄个招车。我带我妈来到三楼了。你啊，老姐，侬要路哎，好多哎哟，我有么好大一个就他们都腾来了到。我买的是八楼，我要带我妈到八楼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房子后面有盖好，所以只能走电梯上去。到八楼了。你啊，你也就等着路好多哎。那老姐不用等了，有空了，没有空了吗？哎，有等着，等着我有活动着呢，有活动呢。那要做给人弄的，老窝就等到没空的了，好别弄几条路活动了，你看吧。我明才人弄我到了，让我的路来窝了嘛，让够够。你要不就搞没菜的路来窝，第二路多样路窄呢，还得好种稻种的家路，吃鸟吃不呀，没菜弄的。现在带丈母娘来看一下样板房，看装修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路好种了，弄些木的，嗯，把这老开的。好个老有毛说的要了哦，要搞啥要老有毛的电脑不得多几兆，个老到毛了，给念了到古，像他那种写个嘛。你说话，你那个我。
到底点个嘛？你到个都那姑娘人多，但是那些用好药，我都我去，都我去到点的，那我点个嘛，到个多晒多。现在回到家了，走了一天，终于回来到家了。看我老公的衣服，老公的衣服怎么这么脏？你们有做工的呀？孩子亲，他让我背他了。玛丽，啊，刚想看看房子时候，妈哭了，咋回事？应该是高兴了是吗？我妈哭的就是开心哭了，高兴了哭了。哦，哦，那就是喜极而泣是不是？中国有句古话叫。喜极而泣，意思就是人如果太高兴了也会哭。我妈说，如果我回家来中国，这个三年我在老挝，都不知道我是能做到什么。但现在来中国三年，还买车买房，想干嘛？然后我嫁了给你，没有嫁错人，嫁来中国是嫁对了。啊，我妈才有机会来到中国。那行，那以后等房子，交房了，装修好了，到时候。搬新房了，然后让妈妈也过来住一段时间，行不行？啊，得感受一下中国的楼房，我们也没感受过，让妈妈也过来感受一下。你跟我的人，因为那，我到这点嘛，那到好多条烟都了。我到这点到这多是嘛？嗯，王叔。那行，那就说好了，等以后房子装好了，有机会把妈妈再接过来。哦。行。